第一张的哦，编号第一的哦。没有啦，那么多人。你有问题啊？我惊未知。你叫咩呀？无猜你第一地方。对啊，哎，我去到无一地啊。你老客，你老客。他分到七八零零开始。哦。对他拿的不是零零零一开始。你买了？对啊。哈哈哈哈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现在长得不一样，没长相。今天无手术哦。Don't.
拿衣服给我，我还没拿到。那我们要去哪里拿那个训练表？病人要改训练表，刚好了呀。有啊。那导游给对他们说他说。每分钟数号他们都说。今天才改。对啊，放过对啊。电话了。上个礼拜我们去台中打特别球赛，因为现在没有跑这一线了嘛，他是上一次跑这一线嘛，赵伦的嘛。
Thank you.
他为什么可能赖给我吧？
他跟我就是好，他好想把我吃吃，又还在赖给。怎么可能那个事啊？你就你想，我自己撒出来啊，干嘛赖啊？你家里面有了，你要不要看你？我撒出来就有了，好笑。Thank you.
这样子在海科馆那边还在交接一次路牌，我们那边的路牌是三号线，对对，瑞芳那边嘛，对、啊，还在交接，那这个在三貂岭就要交回去了，是三貂岭就交回去了，所以这两个区间是不一样的，支线的区间本来就是。它有划分两级的，所以瑞芳进去要进去出来的这样子。他当然
天？还没啊？对呀、啊。早上没看到你的，就是在第三月台。第二月台啊。对呀、啊。小月台没看到车啊。坐六分那一班有没有？哎。还没看到停在那边啊？还没出库吗？没有啊，我在那个货场啊，哎呀、啊，Thank you.
台东是5:12发的。5:12。对，5:12你到台北9:21。哎，不对，哎，不对，8:42。8:42。哦，那蛮早的呢。你们过来第一班到台北就直接就来了。玉里、花莲、宜兰、台北是大的。就从那边过来，只要3.5小时的话，3.5吧。对呀、啊。对，3.5。那从高雄上来，超过整个就是不止。高雄自强号3.5到北，高铁才出错。啊，问题是不给跑啊，西部干线。其实你3.5就其实就 OK 了。应该3.5可以跑。应该可以。但问题你中间区间太复杂了，你要带电话。不能跟他说。里程高雄嘛比较远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你看嘛，台湾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台东，台东的距离跟高雄差不多嘛。看票价就知道了，差不多了，应该还比较远，稍微近一点。台北到高雄是8.43的，到台东是6.04，差好多啊！那这样应该多了50到100公里。多那么多吗？台东。但是以那个地理位置来讲，应该是差不多的。西部可能绕一下。
Thank you.
还是要。还是要，时间很短，还是要。嗯。他有规定，十分钟以上就要过去。哦。还不管有低于十分钟的吗？是啊。Thank you.